彰化县开支额外建设的滨海路通车了后，虽然有来改善着全乡工业区的交通乱象，不过最近有民众发现哦，讲这个江一路的路口指示牌，予人用这个铁布打掉的，指导下头前单行道以上的车辆禁止进入的内容，予真侪驾驶人是不袂清楚这条路敢会当行，造成因的困扰。彰化县政府开了1亿外的经费建设滨海路，自从开通以来，已经明显改善全乡工业区的交通乱象。工业区内原本封起来江一路甲江五路，也正式伫九月开放试行6个月，但是路口的指示牌却予驾驶人雾煞煞，拢唔敢行。那我一个工业区偏离行驶，吼、哦，直接用力拉就不见了。阮何来力？吼、哦，中心路。这站这差不多400公尺，这400公尺，迄一台是太车太来足恐怖的，真正迄是在这生命安全问题。啊，为着阮离来，阮学下来，大家足困扰的。哦，啊，即马这道指示牌，伊这道伊本来是单行道，哦，伊本来是单行道，啊，但是伊单行道，伊即马牌啊，甲人搭安尼，伊特唔是因迄落这道牌啊，一定爱处理掉。人一寡跩大台车、小台车，拢唔敢对遮通行。啊，咱会知讲已经大家协调好啊，这条路就是会使单行道过。但是咱刚好讲，诶，刚好区吼便宜行驶，甲一个大卡车遐拢搭掉吼，地疏了小台车、小车、大车拢唔敢过安尼哦。啊，大家拢为这边过，啊，造成吼迄个、迄个中心路同款搁咧塌。啊，咱今日有拜托咱的迄个警察局，啊，搁有咱的公务处，伊嘛有允诺讲吼，承诺说，这块答案是唔对的，所以呢，重新再做牌啊。全兴工业区服务中心主任阮胜树表示，针对开放江一路的开放通车议题，有召开公听会，迄阵就决议九月正式开放，无限车辆试行6个月，所以才车辆甲大型车辆的离搭起来，结果煞造成驾驶人的误会，服务中心也赶紧车辆改善。大中华新闻叶宏武、何必彩虹报道。